歌在大街小巷中传唱着，可谓是红遍大江南北。而这首歌之所以红火，离不开电视剧《大长今》被引入国内播放的关系。在80、90年代就有很多韩剧相继引入国内播放，但反响都不好。而到21世纪后，韩剧引入越来越多，虐心的剧情赚足观众们的眼泪，《大长今》《天国的阶梯》《明朗少女成功记》等等好剧一部比一部火。而李爱英、张娜拉、宋慧乔等人也在中国爆红。这么多年过去，曾经在中国混成顶流的韩国明星们如今都过得怎样呢？一起来看看。01李英爱大长今。作为大长今的主演，李英爱从小就是古典美人，在大学毕业后通过选拔成广告模特，后来美貌如花的她名气越来越大，才转行入演艺圈发展。演艺道路上，李英爱凭借着卓越的演技力压过宋慧乔、张娜拉等韩国一线女星，在事业巅峰时拍摄出一部《大长今》，更是从韩国火到中国来。不过这部作品后，李英爱就逐步退隐，很少演出。据悉减少演出是因为李英爱恋爱的关系，而她的恋情一直到2009年才公布出来。公开的时候她还声称恋爱10年，打算步入婚姻中。结婚后李英爱就成为全职太太，再也没出演过作品。2011年和2015年李英爱分别生下一对龙凤胎和一个女儿，一家五口很是幸福。到2018年小女儿读幼儿园后，李英爱闲得无聊又一脚踏入娱乐圈，偶尔接下小配角。50岁的李英爱这两年家庭事业兼顾，日子过得很幸福。有网友曾把她出演《大长今》时候的照片找出一对比，发现比起以前她似乎更惊艳了几分，或许是爱情甜蜜，事业又稳扎稳打吧。02宋慧乔《蓝色生死恋》。宋慧乔最出色的一部作品莫过于《蓝色生死恋》。这部剧在引入中国后引起一场全网热潮，学生们的文具盒、书包上贴着不少宋慧乔头像的贴纸。之后宋慧乔出演了很多韩国，其中大部分都引入到国内播放，她的粉丝跨越度非常远，从80后到00后都有人追捧她为女神。虽然好剧不断，但遗憾的是她一直都没得到过大奖。好在凭借着自身的热度和国民度也混到韩国一线明星行列中，事业大好。但宋慧乔在其他方面却不尽如人意，曾在中国走红后就一直有企业找她代言，但没想到她随后在2014年就被曝光出逃税25亿韩元之多。这个丑闻的风头过去不久，2016年她和宋仲基主演电视剧《太阳的后裔》播出，二人难舍难分的爱情圈粉无数。次年因戏生情的二人直接步入婚姻中，让人羡慕不已。谁知道两年时间不到，二人又火速离婚。离婚后宋慧乔的名声一落千丈，再也回不到从前。宋仲基主动出面澄清离婚真相，也没能挽回宋慧乔的人气。一直拖到2021年左右，宋慧乔才接到新剧。现如今宋慧乔化身劳模，一年拍摄3部作品，可谓是把心思全放在事业上。至于前夫宋仲基，他是绝口不提。03金宣，我叫金三顺。17年前一部我叫金三顺的韩剧横空出世。与以往的韩剧不同的是，这部韩剧的元素改为姐弟恋，新题材，没有太多狗血情节，这部剧快速受到市场的喜爱。女主扮演者金宣也凭借着精湛的演技、个人的高颜值圈粉无数。金宣的事业辉煌，但在感情中很少传出绯闻。据悉我叫金三顺开拍后不久，金宣就曾结交到一个圈外人，二人恋爱过一段时间，曾到谈婚论嫁的阶段，但后来不知为何突然分手。这段感情结束后一直到如今他还是单身状态，没有新恋情曝光。在工作之余，金宣比较关注公益活动，从2004年加入慈善组织后每年都会做慈善。2019年的时候还曾为韩国某火灾群众捐赠过卫生巾。如今47岁的他很少拍戏了，但他会在平常更新自己的生活状态。从社交平台的更新来看，素颜依旧很精致，看来保养得非常不错。04张娜拉刁蛮公主。张娜拉最初在中国火起来是因为《明朗少女成功记》，后来她主动来到中国发展，和苏有朋主演《刁蛮公主》后彻底在内娱站稳脚跟，随后又主演《刁蛮俏御医》《一起飞》等好剧上映，让她成功混到内娱一线女星行列中。张娜拉最红火的时候还曾上过成龙的演唱会，但没想到2009年她在综艺节目中因为说错一段话而彻底葬送自己在中国娱乐圈发展的机会。在节目中她本想吐槽父亲会在她没钱的时候就逼她到中国拍戏，
结果在节目组翻译下，就变成张娜拉没钱的时候会到中国拍戏捞金。这档综艺播出后，张娜拉遭受一波网暴冲击，随后她主动道歉，并且辟谣自己从未说过这段话。遗憾的是，她还是在中国娱乐圈凉凉了，无戏可拍的她只好回到韩国娱乐圈发展。离开数年，韩国娱乐圈大变样，张娜拉难以融入其中。一直到2019年，张娜拉参演《皇后的品格》，拿到演技奖，才有所好转。不过她的戏约到现在依旧很少，几乎保持在1-2年才能接到一部戏。事业不佳，爱情也不顺利，出道这么多年，除绯闻有过2次外，至今还是单身。在一档综艺采访中，她还曾表示自己很想嫁给中国的男艺人，但没这个好运气。05崔真实《星梦奇缘》，《星梦奇缘》在1997年就被引入到国内播放，女主的扮演者崔真实也获得中国观众关注。其实在这部剧之前，崔真实已经在韩国很有名气。1990年到1998年，崔真实一共斩获17个演技大奖，是韩国真正的顶流女星。可惜事业顺风顺水的她却陷入爱情深渊，从此离开娱乐圈。谁也没想到她满心欢喜的结婚迎来的不是甜蜜，而是痛苦的家暴。好不容易打官司离婚，房子钱财和儿女都被前夫一家抢夺而去。之后崔真实活在出门被鸡蛋砸，上网就见到无数人怒骂的世界里。这样的煎熬他熬了1个月便再也忍受不了，紧跟着挚友的离世轻生了。06宋承宪《蓝色生死恋》，宋承宪在中国的名气很大，特别是刘亦菲恋爱的时候更是处处高调，生怕媒体错过一个他们秀恩爱的镜头。宋承宪在中国火起来，离不开在《蓝色生死恋》中扮演的男主尹俊熙。他和宋慧乔在海边的镜头深深地印在观众们的脑海里。在中国走红后，他想要继续捞金，就直接联手经纪公司，用假尿液来逃脱韩国兵役规定。不料在他事业大红时被人曝光出来，随后韩国警方就展开调查了解真相。虽然那时候很多中国粉丝都建议他继续留在中国发展，但在韩国法律面前，宋承宪还是无奈道歉，回到韩国入伍。一直到2008年，他兵役完成，重新回到娱乐圈发展，才彻底摆脱掉逃兵役的耻辱。2014年，他在《第三种爱情》时和刘亦菲相识相爱，二人开启一段甜蜜的恋爱。这部剧拍摄完成后，二人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甜蜜幸福，但随着各自拍新戏，不得不被迫分离后，感情才逐步变淡。2017年，宋承宪还是和刘亦菲和平分手，而他分手后也很少来中国，在韩国也很少拍戏，把重心转移出了娱乐圈。他现在是一家经纪公司的老板，还在首尔投资5层豪宅，是名副其实的大富豪。在感情方面，分手后他就一直单身至今。还有人猜测他是否忘记不了刘亦菲，才一直没有新恋情。07袁彬《蓝色生死恋》，同样靠着一部《蓝色生死恋》走红的还有男二号扮演者袁彬。袁彬在中国走红后没多久就回到国内参军服刑兵役，退伍后他短暂地出现在娱乐圈过，出演过《孤胆特工》《汉江怪物》等电视剧，但在他问鼎影帝后却立即退隐，这让所有粉丝感到意外。退隐后袁彬偶尔会登上热搜，但人气逐步低迷。2015年，他和韩流影后李奈印结婚，生下一子。之后袁彬再度复出，不过不是在拍戏，而是代言各种广告。在韩综 TMI 新闻的统计下，得知袁彬的不动产超250亿韩元之多。退隐多年，捞金能力依旧不减，让人羡慕。不止这些，他的好身材更是不输巅峰时期。在参加一些韩国综艺节目的时候，袁彬还会给大家分享健身秘诀，备受观众们青睐。从当初的男二号一步步走成代言小王子，袁彬的清醒在娱乐圈少有。08玄彬《我叫金三顺》，顶流加顶流结婚是否会轰动娱乐圈，看看玄彬和孙艺珍就知道了。在2022年3月31日，二人低调完婚，跨越多年终成夫妻。不过对于他们来说很低调，但在外界看来那是非常的高调的。据悉玄彬为婚礼筹备就花费将近70万，还购买下一套48亿的豪宅作为婚房。而且这二人结婚的时候几乎是把半个韩国娱乐圈都请了，如李秉宪、宋仲基、金宣、何志苑、林儿等高知名度韩明星都在其中。当然玄彬和妻子孙艺珍相比，在财力上还是逊色不少。毕竟孙艺珍是入了韩国福布斯名人榜的女演员，随便一条代言都是上百万入账。
据悉，早期他购买了一块首尔土地，竟赚了好几千万。玄彬在23岁的时候，靠着《我叫金三顺》而爆红起来，一步步走入韩国顶流男星中。到如今，玄彬在韩流中的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可以说，这是影帝和影后的强强组合。难怪二人的婚姻会受到整个亚洲地区网友的关注。在内娱还未强盛的时代里，港片和韩流在内娱成功出圈，或许只需要一部剧就能圈粉无数，甚至是在中国走红，混成一国顶流。但随着内娱的发展，港片和韩流也不那么吃香了。况且异国他乡发展稍有不慎，就是跌入深渊。